主料蛏子250克，辅料姜葱，蛏子洗净放点盐，再涂下泥沙，用刀把背部连接划一下，锅中放适量水，加入姜丝，少许盐煮开，倒入蛏子煮开，放点葱花几锅，装盘。烹饪技巧一，防止煮开蛏子开口进行化背，化背的时候千万不要割到肉，要不然鲜汁会流掉。二，煮的时候水开为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